真想就产生一种爱慕而来享受基督，在享受的结果就得到一个满足，这是一个过程啊。然后它怎么样来变化，就是从一个车上所套的骏马，然后它来变化成为一个属灵观念、属灵眼光的鸽子眼，它不是鸽子，它是鸽子的眼，然后再来变化成为百合花。这是这个第一个阶段里面它所变化，它成为单纯信靠神的人。阿们，就是这个过程啊，这是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直追求爱的结果。说爱是最短的路径，而爱就是神自己。阿们，不晓得弟兄姊妹主有没有特别向你显示他的爱？因为只要我能够起来追求这位基督，乃是什么？神向他显现啊！因为出于神的才是神所要，而他能够出那能够接受吸引，快跑的来跟随主啊！乃是因着神基督这样爱他，所以他能祷告说：愿主用口与我亲嘴，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甜啊！不是跟酒一样而已，比酒更甜啊！阿们，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这就说出两个，一个是他的爱，一个是他的名，你就是说他的人位。我们需要被这两样来吸引。阿们，我们一面要摸着他的爱，一面要珍赏这个人位，因为一切的丰富在这样的名里，他要在他的名里将他自己赐予给我们。所以我们常要这种祷告，主啊，你来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不是出于我们天然的力量，乃是因着主的吸引。这里弟兄说到，因着主吸引我们，那个爱就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来跟随他。这样的跟随是生命里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啊。然后这里说到当他进入内室的时候，就是听到他灵里的时候，他从外面转到里面之后，他发现自己是黑的，他击打的帐篷是满了罪污的，因此他需要什么？需要神，那所罗门的幔子，就是神的义成为他的装饰，以致他只是秀美的，他能享受到主那个称义啊，主的救赎的称义。阿们，因此他就说：“我秀美的，但是你们不要看我，因为这头把我晒黑了。哦”阿们，其实是铺路而已啊，不是这头，铺路。那在那时的光就铺路他是黑的。阿们，但是在这里主就告诉他你要怎么样？在然后你和这里说到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放羊群，羊在何处使羊群歇窝我何必在你众同伴中的群羊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他追求的一个结果就有一种感觉，他在那一个环境里面他不能满足，就像许多弟兄姊妹他的公会他也一种追求，末了他感觉到那个真理是不够的，只不过他享受的他就会向着寻求，那主就告诉他：“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出去跟随羊群的脚踪。”我们不应该是在圈里的肥牛犊，我们是在出到圈外的跳跃的肥牛犊，享受基督的丰富。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在群羊的脚踪，也就是说神归主归路的路上。非常享受这样丰富的供应，我们也应当将我们待得救的那些叫软弱的弟兄姊妹带到这样的地步来，感谢主，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多享受基督的丰富。之中我们还要当筵宴所，筵宴所跟坐席的丰富是不一样的筵宴所坐席可能是我们早晨起来与主一种交通，对不对？这个爱的交通是很重要的这一点书是爱交通的故事，因此有交通所以我们在生命里有变化。然后在这里呢说到他带来到筵宴所，它是一种满足的享受，它是满了
非常的丰富，说出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我们应该敞开，啊，我们应该更多弟兄姊妹交通，让我们的享受更加丰富。当然这样的满足，啊，叫我们懂得完全得着安息。它是躺卧在什么？这个床榻是翠绿的，啊，房屋的栋梁啊是香柏木，船体是松木，表示在那里它完全的安息。有生命完整的供应，而且有主成为他的遮护，虽然他自称为是卑微的玫瑰，沙仑的玫瑰花，普通的百合花，但是主 在主的眼中，他像是百合花在荆棘中。荆棘是一般犯罪的人，那时候是荆棘啊，然后我们是在众民之中特别的那一种百合花。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向着主，那种单纯的信靠，在主的眼中是美丽的。阿门，感谢主啊！因此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看见这一切不过是为着什么？为着建造。那我们还是要带到建造的里面啊！那生命的变化是要叫我们达到建造的地步。就像这一次我们几条所读的那个信息。那是独一的工作，神只做这一件事，啊，就是他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好像我们建造他的属灵的殿，这是神活的居所。那在这里，弟兄提醒我们，啊，这样的过程是叫我们不但在生命里长大，很重要的是我们的意志必须降服在基督的意志。这个过程，这个变化的过程，是一种降服的过程。它起先是一个。一匹什么骏马？骏马是满了力量，满了能力，啊，它是啊不顺服的，不是很顺服的，然后变化成为属灵的鸽子，鸽子的眼，那表示它有一种单一的眼光，也就是慢慢它观念转变了，开始有属灵的看见，对不对？然后它变化成为百合花，就是单纯的信靠。这样的过程说出一种生命上的变化，也就是说他意志上慢慢的降服下，啊，这是我们在这生命的追求里很重要的点。最难的就是我们的意志要降服主的意志，那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主要把它分赐到我们里面，实在我们的意志是最大的抵挡。马大，还有玛利亚，当拉撒路死的时候，那主大人到来到连着四天嘛，主才来嘛，那马大就很多的意见了嘛，啊，主啊，你如果早一点来，我弟兄就不会死啊，对不对？然后主要跟他说，啊，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是复活，啊，当末日的时候，我弟兄也要复活，那就是我们的看见，我们的意志啊，很容易抵挡神的意志的，啊，神的意志说我就是复活嘛，我来了，你弟兄就必复活啊。但是我们看见说，主啊，末日的时候我们必要复活啊，这是意志的抵挡啊。阿门。当然，这世上有三个意志啊，一个是撒旦的意志，一个是主的意志，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意志。那我们的意志是最关键的地方。阿门。愿意借着这样的啊，这样雅各书的这个读经啊，慢慢来变化我们，叫我们能够服于他的意志。因为神要建造在这宇宙中建造他独一活的居所，这是得着我们的意义。感谢主，愿祝福我们。